死的时候，他们家的那个叫什么呀？哈尼还要帮忙二狗，帮忙妞妞干拉屎啊，三个狗子干拉屎，干拉屎跌的话要把哈尼给弄死。你怎么不再养一只二哈？我再养一只二哈的话，能被妞妞王子给打死，你知道吗？这池子有多深？差不多一米吧，就是够他们在里面游个泳，挺好的。二狗都不知道是他妈在游泳了，还在走路，他腿子也没有一米长啊。对，来，对，来，洗个澡澡，开心不啊？爱飞来我们家了，也是这种生活啊，陈超。